我们将控制快门模组组装回去，然后我们必须要上一点油，再走新的部分。我们上油，它的油已经都差不多快干掉了。我们上一些油，再走新的部分，然后另外一边。另外一边也是，但是另外一边有可能拆不下来，试看看。哦，没有办法。另外一边，我们需要加油，可能要从底部做上油的动作。好，我们先将它组装上，这部分比较复杂。我们先装上一个螺丝固定一下。这弹簧暂时可以先把它拉回来。这弹簧最后一定要再擦拭过后，因为这弹簧也是容易生锈的部分。
然后我们要将这些弹簧都将它定位。这是一件比较不容易的事情。来，我们先将这根柱子，可以先将它锁上，因为有弹簧需要靠在这柱子上。先暂时定位就好了。好，另外一个弹簧。从这边绕不过来，必须从另外一边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再继续。好，回来了，我们赶快继续回来把这个部分装好。这个部分呢，上次介绍的一个要注意的弹簧，还有另外一个上次忘了提到，这个弹簧啊，它必须要在这个柱子的另外一边，这弹簧也非常重要。这个弹簧最主要是勾这支杆连杆。
让过片之后挡住的一个机构。我们要把弹簧移到这边来，然后这个弹簧我们可以先让它定位。这个弹簧最主要是下面，我们看到下面这个机构顶住这个齿轮的这个弹簧。等一下，我们装上杆子之后再将它移过来。然后上面这一根呢，我们要配合这支杆子做装饰。这里真的比较不好装。哦，好了，我们将它套过去，先将它锁起来，先不用锁太紧，我们确认一下。好，这弹簧有在这边，然后另外一个弹簧可以把它拉上来，另外一个弹簧可以把它拉上来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再确认一下它的快门的动作。我们将拨杆将拨管拨杆先套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好，最后定位的时候动作是不是都 OK？OK，那确认一下。这是1/1000。OK，这是25/1。好的。好的，我们将这部分介绍完毕。那等一下我们要将。这最后我们再将它做焊接。我们先把它放好。